哇，你们这么远都可以看到人家的事业线，我靠！我今天穿的那个衣服有点今天陶叔我穿的比较性感，你们眼神太好了吧？叔是真的吧？谁干嘛？叔那还不让露，不是不让露。对，我在直播间穿什么都能露出来。不是，我在直播间都穿这样的，其实因为我只要露脸，他们就说我色情，然后导致我后来就只穿这种圆领 T， 不然的话。没有，我穿很低的我也露不出来。他要告诉大家穿裤子，就算是有，所以我经常穿很低的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，最近也看不到，没办法。我记得上回就是最早的时候，你在那个我们一起拍照的时候，他最早的时候来怎么是有胸的？是有胸啊，有那个时候还是 C 还是 E？ 啊？啥？什么 C？ 啥？那个时候真的快 C 了，是的，我有看过，真的是 C。你看啊，现在呢？现在 A 都没有，是谁啊？负 A 吧？那你这是？真的瘦了蛮多，他身上瘦了20斤，那也没有这么夸张吧？对，没有，你是怎么修复？你是台，你是日版 C 吧？这个日版 C， 日版 C 是什么？不知道飞吗？就那日版的那个很小啊，32，日版的 size 比那个欧美的或者中国都要小很多。对对对对，穿日本的 size 差不多要穿，就是正常的不是70吗？70的话要穿多少？我跟你说吧。对啊，这个也没正常，他们也不。哇，那我应该可以说我这次低罩杯耶。不，在那个可以穿到，就是正常的话可以穿到 D 到 E 之间的罩杯。低啊，就等等，你有 D 和 E 啊？是日版的那个罩杯有的。以后我们就说我们是日本的受众，对，让他自己去查。说起来比较有台面。对对对，说起来胸反正就是这么大。我已经看不懂了。哎，发姐你是，你应该是日本的 F。绝对有，肯定有。不是，你看你今天你也是穿的球服，我也是穿的球服。你那明显撑起来了，我这个就是。我平时穿衣服也都不显得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衣服遮不起来。这个话是遮盘子的话，保持显得。哇，这个啃起来，这怎么啃？很爽，看着就很爽。好不好吃吗？